中国海军最强的武器是什么？最近谜底终于被揭开了，一柄神秘的海军武器正式亮相，它就是被誉为祖国统一的夺岛利器战力堪比航母。这柄神秘的海军武器啊，就是我国自主研发的长城二型导弹驱逐舰。作为我国自主研发的最先进导弹驱逐舰之一，长城二号导弹驱逐舰呢，除了拥有强大的远洋作战能力和良好的机动性以外，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其强大的战斗力。它装备了多种先进的武器，如反舰导弹、反潜导弹、防空导弹等等，可以有效地攻击敌方舰队和保护我方的舰队的安全。那此外呢，它还装备了先进的水下探测设备和远程警戒雷达，可以全方位地探测敌方的目标，并对其呢进行快速的打击。那其舰体呢还采用了隐身技术，可以有效地减少雷达的反射面积，从而呢提高自身的生存能力。那作为我国最强的海军武器之一呢，长城二号导弹驱逐舰，它的亮相就向世界证明了中国强大的海军实力。